第七场，60公斤级，红方，来自意大利的 Filippo Cinti， 身高168公分，体重60公斤，52战，38胜，12负2平，意大利自由搏击冠军，欧洲泰拳 WKN 冠军，他就是人送外号"小贝克汉姆"的 Filippo Cinti。 Introducing first, the fighter standing in the red corner, fighting out of Bangkok, Thailand, Fillipo Cinti. 男方，身高175公分，体重60公斤，踢打摔拿技术全面，拳法杀伤力极强。05年英雄榜二，中国对菲律宾 URCC 大赛60公斤级金腰带得主，三届英雄榜优势胜利。 两强相遇，当仁不让，他就是中国的蓝方何 鹏。 And introducing second, the fighter standing in the blue corner, fighting out of Beijing, China, He Peng. 有请本场执法杜振高。 他的战绩是非常的辉煌的。第一局，准备，开。漂亮！我们看到何鹏呢，这个先发制人，这个打法何鹏呢是一名散打运动员，非常的哎，是对方呢非常的意外，但是呢，现在我们看菲利普呢也是马上的还以颜色，哎，低鞭腿的这种砍踢啊，砍踢非常非常有效，是他的一个特色，因为他是一个泰拳选手，啊，擅长这个泰拳。 双方上来比较谨慎，哎，一个正蹬，我们看到是距离控制方面呢，何鹏现在还占有一定的这种优势条件。嗯，何鹏要跟他展开地面进攻，但是从双方的肌肉力量和肌肉爆发力来看呢，意大利选手的呢。 从肌肉上面呢，要比何鹏要占一些强势，有机会了。好跑了，哎呀，好了，我们看到这个刚才这个颈部为什么没有兜住，一个反败，优势转瞬之间，何鹏又被压在了地下。好的，何鹏刚才抓住他的胳膊，有个转身，就有可能将他。 我们看到意大利选手啊，也是很聪明，因为他知道地面不是他的所长，对他立马站起来，迅速的让对方呢跟他来打自己的这个侧切，否则膝关节容易受伤。因为泰拳选手啊，打这种风格呢，他那个砍踢应该说呢是又刁又冷，是的，而且他那个连续攻击能力啊，非常的强。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看到何鹏呢，这个抗击打的能力还是不错，能力比较强，而且呢，他打的比较冷静，反击来的很快，哎，因为何鹏的后手拳啊，打的也是非常突然。刚才这个腿呢，这个预兆性比较强了，被意大利选手呢击倒的预防掉了哦。现在他都是这个，前腿一定要注意这种砍踢。到目前为止呢，这个他都是在打擦伤，这个对何鹏来讲呢是一个考验。 这种腿法站立姿势呢也比较危险，因为这种杀伤性的打法，有的时候对手来讲，好，一个下潜的钻扛，我们看到何鹏这个玩意儿非常利落，而且上面有一个技术干扰，做的也是一气呵成。何鹏呢是一名散打运动员的出身，但是呢他经受了。
一年多的这个我们这个巴西柔术的综合搏击的训练以后呢，很多场次都是以反关节技来取胜的，所以说他在这比赛当中呢没有跟他进行更多时间的这种纠缠。好的，机会来了，何鹏现在占据上风了，因为何鹏的拳也是非常重的，何鹏不要着急，要冷静一些，因为现在对方防得很稳，应该化挡。就要连控带打、哎、好的，漂亮，注意法官、哎、但是呢我发现、这个、没有办到摆脱得很好、我们发现这个何鹏摆脱的刚才意大利运动摆脱的很非常漂亮，现在这一段时间是险象环生，是眼看何鹏机会来了、哎、我们看到对方呢起来以后呢、这个低边腿像头部的这种冷腿呢踢的也是非常的突然、这个意大利选手不愧是身经了52场自由搏击对抗的经验十分丰富，有几场比赛几场几个环节刚刚受到被动的时候，他马上转为了由被动转为主动，甚至摆脱这种笨对的被动的局面。好的，来了，何鹏这种快摔还是比较有优势的。这个呢非常突然，哎，踢打摔拿，我们这个技术全面的前提下，再有自己的一些重点作为自己的杀手锏，那么说就有了克敌制胜的啊，就先决条件。哎呀，好的，缠住，缠抱住，哎，看看能不能控制住。好的，漂亮，机会来了，机会来了。哎呦，又挣脱了，又挣脱了。我们刚开始说嘛，这个意大利运动员他的力量非常强。看来这他的绝对力量要比何鹏大。我们讲功力啊，就是所谓的功力，一力降十会。是，他的绝对力量要比何鹏要大一些。所以说，虽然有几次何鹏啊，一般情况下都已经很好的把握这种反攻击的这种要领了，但是呢，都被他挣脱了。何鹏现在那个技术类型基本上已经就比较充分的都展示了出来。好的，哎呦，太瘦，这个太缓慢了，有何鹏啊，草率了一点。好的，打了，完了，大局已定。何鹏啊，赢的也是非常的不容易，但是呢，也非常的。现在有请本场执法杜振高宣布本场获胜者。